加油，耳朵，加油！记者在后面。公司请我来，我都不会来的。这位小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他们俩，他是，就因为你们这种关系就可以这么有恃无恐吗？他不认你们。嗯。要走后门，我们没有办法。但是如果你们根本不愿意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为什么还要做面试这样的表演呢？而且我觉得叶抒微不像是你说的那样的人啊。他虚伪。为什么一直不解释啊？麻烦。耳朵，我看你刚刚超级享受，嘿嘿，我觉得你们俩超有 CP 感。CP 感这种东西就是像你这种人歪歪出来的。哎，不管怎么说啊，这次真的谢谢你了，真心感谢。咱俩谁跟谁呀？哎，不过。话说回来啊，你看你跟玉总好不容易有空来一次温泉酒店，要把你趁机把他给拿下。你怎么还八卦起我来了啊？哎呀，我就是想听嘛，你快说说嘛，我就想听这些。就也没怎么样啊，普通玩家遇到人民币玩家了呗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我看不懂他。我觉得我的心里只有他，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心里除了我还有几个人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他是个花心大萝卜？
也不能这么说，只能说他可能多我一个不算多，少我一个也不算少吧。哎呦，这么悲观啊？这叫女强人的软肋。我跟你说，我不信的，你必须得全力出击，主动拿下他。我跟你说。哎，耳朵呀，那你跟我讲讲，我要怎么把他拿下啊？不然你这个恋爱零经验的人，跟我说说呗。我给你出主意，你当成驴肝肺。嗯，嘲笑我没死。哎呦，怎么还生气了？开个玩笑嘛啊！这，哎，干嘛？我这种恋爱零经验的菜鸟，怎么可能跟唐大总结一起晒太阳呢？哎，哎呦，真生气了。糖炒栗子，你看我不吓吓你，给你一个教训。怎么是你啊？你干什么？不想活了吗？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。怎么了？叶抒微，至于吗？生这么大的气？我看啊，他是暴露了内心，再用生气来掩盖。什么内心啊？耳朵，你先上来，快点。